丁建平桌球台上的好手，灵活地挥舞着球拍，利落地回击每一颗迎向他的球。其实桌球台下的他是一位需要终身依靠轮椅生活的脊椎损伤患者。从小热爱速度的殷建平，15岁那年在一场意外中胸部以下瘫痪，虽然小命留住了，却因为失去自由行动的能力，一度觉得活下去是多余的。后来因着信仰介入，殷建平转念欣赏这样的自己，怀着感恩的心享受每一天的生活，在伤痛中站起来，用轮椅上的视角去关怀更多同样需要帮助的人。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小的时候呢，就像一般的小男生一样，很活泼，然后很喜欢运动，非常的健康。不过却因为发生了一场意外，导致他后来没有办法有自己行走的能力，甚至好像咒诅一样，意外在他们家是接连发生。在他的生命过程呢，非常的精彩，来到节目现场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殷建平，建平你好。主持人你好。所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像我现在坐在椅子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对，很 OK。其实我是胸部以下下半身完全瘫痪，所以有些人对于瘫痪不是很清楚。那其实我的脚是不能动，也没有任何的知觉。如果我视觉上面看起来就是比较瘦，是，因为没有在运动，也没有行走的能力，所以相对来说肌肉啊就比较萎缩。所以例如说被烫到啊，也都没有感觉嘛。是的，所以我必须要常常去观察或者是注意。我刚刚讲到说你们家发生意外的，其实在你之前就曾经有人发生意外了。那其实车祸这件事情在我们家来说，就是接二连三的发生。那在我小时候我还有一个妹妹，那妹妹是在大概5-6岁的时候车祸，那车祸当下就当场过世了。是家人就一直很难过。是后来呢，到我国中3年级的时候又发生了车祸，所以感觉好像这车祸一直在我们家，有点像咒诅一样。后来我爸爸也发生车祸，后来是脑伤，虽然四肢健全有行走的能力，但是他的意识啊就没有像以前这么好了。所以真的你们家4个人，对，3个人都出了车祸，对，而且都是严重车祸。对，妹妹甚至这么小的年纪就离开了。是，那你自己发生车祸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我很喜欢速度的感觉，不知道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大概国中我就骑摩托车。哦，国中骑摩托车，但是其实应该是不行的。对，但是我就想要特意独行，跟人家不一样。甚至是外公那种送瓦斯的那种摩托车我都是偷来骑。后来有一天晚上就是跟同学约好了，他们家有一台不错的摩托车，所以就约着就骑出去了。那当晚就非常的兴奋，所以大概离家才1公里吧就车祸了。等于才出门没多久。对，因为我载个同学。是你载同学？对，是他们家的车。他们家的车，我就很兴奋，就骑开，骑得很快。然后想说，因为我知道那个路有点转弯，然后还有一个电线杆，我想说要在电线杆前面急停，然后让它下一下这样子。后来我知道速度有减缓了，但是因为车子也第一次骑，所以整个操控都不是很熟悉，所以当下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并不清楚了。所以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好像闻到一片青草地的味道，就躺在地上了。那事后是这位朋友他叫醒我，试着要把我拉起来。我就说我现在很困，好像很痛，我没办法。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点昏迷这样子。是，不过在发生意外之前，刚听你这样去形容不让你骑车，你还想尽办法要去偷骑车，很皮了就对了。對，是我小时候也非常喜欢运动，可能有任何的运动啊，不管是棒球或者是那像我小时候有参加手球队、田径队，那我还学过跆拳道，所以这些的运动对我来说我都非常非常的热爱。所以速度对我来说我非常的
喜欢。哎，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很皮很好动的小男生的那种感觉哈、哦。所以我们回到你当时发生的车祸的第一时间哦、嗯，其实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哦。其实我自己是脊髓损伤，那当下对脊髓损伤是完全不了解的。那这个同学呢，他事后就发生当下有去打电话，有找了我的家人来。送到医院了吗？还没，还没，还那时候就是被他摇醒的，然后你说你很累这样子。因为我没有任何外伤，哦，还有一点意识。嗯，那其实妈妈来到现场的时候，其实当天我还记得那天是母亲节。哎呀，所以我还跟妈妈说啊，妈，不好意思，今天母亲节让你这样子过。那她一看，哎，没有外伤，头脑还清楚，就觉得很庆幸，好像没什么事啦。对对，没什么事。嗯，啊，直到送了医院之后，医生检查，哎。才发现好像没有知觉。医生当时怎么跟家人说的？当下就送到加护病房，然后在病房外跟妈妈说，你儿子是脊髓损伤，那将来最好的情况可能躺在床上，那更好呢，可能就是坐轮椅，那要再恢复原来的行走功能，可能不太容易。那妈知道这消息就晴天霹雳啊！对，非常的难过。是，他没有怎么跟你说吗？但是呢，在医院的那一段期间呢，妈妈并没有告诉我。嗯，我还天真的以为过一段时间就会好。妈有对你很生气吗？没有。那我是比较自责，就是把人家的摩托车撞坏了。所以我并不清楚我的情况，所以妈妈当下的情绪反应。我现在能够理解。啊 ，Hello， 我来啊。哦，唔该，我一个。我擦一下。车祸的意外像咒诅般的在家中接连发生，活泼开朗的殷建平无法再站起来行走。父母伤心欲绝，也必须花更多的心力照顾伤残的孩子。乌云笼罩在整个家中，气氛十分低迷。每天就是晚上回到家，都需要爸爸背到楼上，或者是妈妈背到楼上。那有时候他太晚回家，为了体谅父母辛苦，那。没有吵醒父母，都要直接坐在轮椅上睡觉了。我说这样子很危险，因为我们脊髓损伤的朋友坐太久的话会褥疮。妈妈之前就是为了照顾他，那家里减轻经济的状况，就是后来有去担任看护。他妈妈就是有一个很悲观的想法，就是说他的女儿建平的妹妹在9岁的时候也车祸死了，所以他就想说把跟建平带着要一起去自杀。那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面总是一个感动，就是说这个家人真的需要主啊。为什么这样？我给医生说啊，可是他好好的啊，全身都没有受伤，为什么会要坐轮椅？医生就说他已经伤到了神经了啦，所以说没有感觉了。啊，那时候我听到这样，我想说那怎么办呢？那时候也有很多人都叫我丢了不要管他了，我心里舍不得了，他都已经这个样子给他丢了，我不会见得说我出去会更好，一定不会，光想他的心情我就受不了。建平的妹妹才因为车祸过世大概6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想到她自己也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车祸，等到后来才理解到说哇，再也不能够走路了。这么一个年纪轻活泼好动的男孩要怎么样来接受这样的事实呢？所以建平，你那次车祸发生了之后送到医院，你说一开始是进到加护病房吗？对。后来在医院大概住了多久时间？在医院总共住了3个礼拜21天，就出院了。嗯，那因为受伤了，当时整个社会的资讯或者是整个医疗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是，所以就是我们就回家了，就回家了。所以当下也没有说要复健或者是要做些什么，后续的治疗就都没有了，就都没有了，就这样就回家了。对对，啊，后来我以为我自己会好，嗯，那因为爸爸妈妈他们在学经历或者是知识上可能没有这么
这么好，所以他们因为医生已经宣布了嘛，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也没有想说什么样的办法。嗯，在回家之后的这半年的时间，我每天不用去上学，然后就在家里面，非常的，我就觉得很高兴。那妈妈照顾你？对啊，很多的亲戚朋友啊、同学会来家里面找我啊，我都那时候现在想想都觉得好天真，都不知道家里面的情况和我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完全都没有警觉到不对劲。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想说，哎，电视上演的，不管是失去记忆力啊，或者是癌症啊，或者是好像重病啊、瘫痪啊，都会好。我那个时候很单纯，就想我大概过一段时间会好起来。直到半年之后，我发现，哎，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可能不会好了。有去问妈妈了吗？因为妈妈感觉一直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嘛。其实他们，因为我们家后来只有三个人嘛。对。那爸爸妈妈有时候，不在我的面前，其实我们家里面的气氛也不好，他们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嗯。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口角，那我会听见他们在吵架，那我有时候会听到残障这两个字，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听过，所以也不是那么清楚到底残障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是残障吗？那残障是怎么样？我也不清楚。所以我有时候会听见他们。后来呢，直到半年之后，我意识到残障可能没有办法走路了，是我的心情才急转直下。是是是，很大的落差哈。原来还觉得还蛮开心的，甚至哈。后来就是同学啦、亲戚朋友要再来看我的时候，我就不想见他们了，嗯，就觉得没什么好看了，嗯，那个心情就完全的荡到谷底。你说那时候爸妈的关系也不是太好，对对对，因为我们家另外一方面也是被酒精所捆绑，爸爸妈妈也都喝酒，两个都喝，对，所以常常会因为喝酒的原因家里面吵架。会喝到什么程度？会吵架，会打架这样子。那你自己又是这个状态，对。然后爸爸妈妈喝酒吵架打架，你心里头都作何感想那时候？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家里面已经这么不好了，然后我又造成这么大的负担。那当他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又没有办法阻止，所以我那个时候只有躺在床上去喊，去叫他们不要吵了，不要打了，因为我觉得有点危险。所以当我在吼叫的时候，有一次妈妈跟我说，我自己想起来都有点难过，她说你是我身上的一块烂肉，要割也痛，不割也痛。那爸爸有一次跟我说呢，我们这个家就是因为你害的，有本事你就跳楼吧。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因为我躺在床上，我起床都要妈妈帮助我，是，所以叫我跳楼我还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是，所以我那时候是在想说我要怎么样能够结束自己的生命。真的是沮丧到极点呢。爸爸会这样子跟你讲说你有本事你跳楼，可是你就会觉得我连跳楼我都没办法。但事后我是能够去理解他们当下，因为在吵架生气的情绪之下没有办法说出什么好话。是，那我事后啦，我真的是感谢神，我当下没有这样的勇气，否则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在这里了。你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吗？我有，每天都在想。那我想说，有时候电视啊会有一些自杀的新闻，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也想过，是咬舌啦，还是割腕啊，还是服毒啦？但是我想一想，我都不敢。那时候的心理状态会去让自己想象自己的未来吗？真的没有什么未来可以想，因为爸爸妈妈还有家庭的气氛这么样的差。而且我真的很不甘心，我那时候才16岁，想说难道我就要这样子一辈子在这个房间里面了吗？但是虽然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后来还有一点点亮光，我就想，不可能，我相信将来不知道哪一位天使会带领我离开这个房间，因为我每天都在一个房间里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盼望。对对对，我就等着，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说这个礼拜天我就来接你，
跟我去教会。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去，我在家里面就好了，我不想麻烦别人。后来呢，那个牧师他不管，他礼拜天他就带着轮椅就到我家了，他连轮椅都帮你准备好。对对对，因为我是住在二楼，是，然后到二楼背我下来，开着车子带我去教会。这个是我们的客厅，哦，你看我们的墙，家徒四壁都是墙壁。与轮椅共处超过20年的殷建平，可以自己处理生活起居上的大小事，享受克服困难的过程。在有了信仰之后，他更能接受自己的残缺，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没加入基督教徒，还没受洗。那时候哇，他脾气很不好。我们那个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常常出去，那有一个警察受伤的，他警察脾气很不好，结果建平凶他，他反而就平常都是他在做头带领的，建平凶他以后，他马上低下头来跟他对不起。他是蛮凶悍的人。我们去看他，他就是把那个鸭舌帽整个都盖住，不愿意看到人。那我推他门口，推他散步的时候，我就每走一点点路，他就说：“走妈，回去了，我不想再往前走了。”人家会看到我这么年轻就坐在轮椅上这样。他最大的改变是他很有信心，他很有信心，然后他一直跟鼓励他妈妈。那他们到教会去是受洗之后，他们也有服侍，然后建平弹吉他，然后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也非常的感动。他到安养院有去看我婆婆，他还在那边当下，建平就边弹边唱诗歌给我婆婆听。所以他就像改变他的想法，真的对外面呢，对什么他都是很有礼貌、很客气，又不会发脾气。完了，我都会发脾气。他其实一直走在教会才变成有今天，也是从教会来的。殷建平在十几岁的年纪开始确认下半身瘫痪之后，也因为尿路感染的问题频繁要进出医院，感觉起来一切都非常愁云惨雾，却在这进出医院的过程看到了转机。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点不一样的气氛的改变？因为是脊椎损伤的原因，所以下半身瘫痪，以至于大小便都失禁。是，那个时候常常就是尿路感染。是，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了，就是常常会发烧，比较不会照顾。对，然后就是身体反应会发冷发热。对，所以常常就是半夜送医院。是，后来有一次在医院急诊室的时候，我隔壁床啊，有一个家庭。就看见我一个年轻人怎么愁眉苦脸的啊，他们就常常跟我妈妈讲话，或者是会逗逗我，但是我当下我就觉得很讨厌，在医院这种急诊室的气氛当中有什么好嬉笑的。但是呢，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后来就是跟我妈妈要了电话或者是住址，希望说出院之后来看我。嗯，我都觉得这好像只是讲讲而已啦，而且也没有什么好看，我真的不想人家来看，对，就觉得不想见人，自己这个状态没什么。对对对，直到出院之后一段时间，有人打电话来说要来看我，我也还是跟他们说，不用不用不用。后来我妈还是勉为其难，就是好像不好意思这样子拒绝别人。后来他们这个家庭就来了，还把我们家附近的牧师，这家庭很用心去找了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教会，把牧师找来。所以他们是基督徒。对，那当下我也不知道，他们只是来探望我。后来呢，他们就离开，然后这个牧师呢，接下来就把我接管了。也把你接管了？对。他怎么把你接管了？来看我的时候是周间，他就说这个礼拜天我就来接你，跟我去教会。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去，我在家里面就好了，我不想麻烦别人。后来呢，这个牧师他不管，他礼拜天他就带着轮椅就到我家了，他连轮椅都帮你准备好。对对对，因为我是住在二楼，是，然后到二楼背我下来，开着车子带我去教会。
那你就第一次去了教会？对。在那之前你对教会其实是不认识的？不认识。进去之后呢，有什么感觉吗？进去之后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感觉。是。我看见大家都笑脸迎接我，而且都知道我的名字。嗯。然后当我听到教会里面的歌曲的时候，哇，真是动听啊，真是好听。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些的歌曲，所以当下对我来说教会的感觉给我很温暖，给我很好。所以后来牧师要再带我去的时候，我就说好，好，我愿意这样子。所以后来去都是牧师这样到你们家背你下来？对，每个礼拜这样子接送我。后来还有一位美国牧师，他也是因缘际会之下认识了我外公，然后透过帮助我外公认识了我，然后他也是看见我年纪轻轻怎么都在家里面，后来呢他就每个礼拜到我们家，也是开车带我到外面去走一走。然后跟我谈论福音的信仰。那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决定要受洗接受这个信仰的？那我觉得一个是新加坡的牧师，就是来家里面接我的，这是新加坡牧师。然后一个是美国的宣教师，我想他们都从这么好的地方来到台湾，我都觉得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呢？舍去他们自己的家乡这么好的环境来这里传福音，来传爱，而且对教会这么样的温暖，大家都这么样的认识我，我也想要认识他们的信仰。而且这牧师不只是在信仰上提供给你很大的帮助，好像也连你未来的出路，他也蛮替你着想，蛮替你担心的。对，其实原来都是他接送我嘛。对。后来呢，他就辅导我妈妈。那辅导你妈妈？让我妈妈去学开车。所以我妈妈能够后来能够开车，真的是上帝的恩待。他不识字嘛，所以他考试呢是用口试的。然后这个牧师呢，他后来就让我妈妈接送我，然后把这个车子呢就让给我妈妈开，连车子也让你妈妈开。对对对，非常的恩典，真的。后来这牧师呢还去帮我找了职训的机构，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让我能够去职训。学什么？我学的是美工设计。但是呢，这牧师呢也很好，他帮我组装了一台电脑，让我在家里面可以自己学打字啊，可以学电脑。是是是。那你有自己想说要不要再念书啊什么的？你等于是国中毕业学历而已嘛。对，那时候。那因为那个时候是在职训嘛。对。那职训的附近有学校，因为我都每次看见很多的学生上课下课穿着制服，我也有一点羡慕。但是我要回到学校，我觉得不敢，那么多人。不过牧师还是鼓励我，所以我后来就去学校跟老师啊，跟教务处谈看看可不可以帮助我。后来这个学校哇，非常的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可以把原来在二楼的班级我们挪到一楼。那如果要去一些实习教室，我们可以请同学帮你。是。所以我就愿意来这个学校就读，而且他们对我都非常的尊重，对我非常的照顾。所以我都觉得上学啊，下课啊，学校这样子的安排对我来说都不会造成任何的不便啊，或者是我很喜欢去学校。很喜欢去学校。对。我觉得这其实前后对比之下落差还蛮大的，因为你想看你刚开始确认说哇，原来自己没有办法有行走能力，就那个心情是很沮丧的，都觉得未来没有盼望了，甚至一直想怎么样要了结自己。对，到后来其实是感觉开朗很多。哎，是。这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当然，其实这个中间我们这样子讲起来，好像三言两语就带过。其实这当中的转折真的是很大。那我真的是后来我回想这位牧师，新加坡的牧师，还有带领。把这个牧师带到我们家的这一家人，他们姓周，对我来说他们真的都是我的恩人，都是我的贵人。好像有看到一些其他身障朋友的一些让你觉得还蛮激励的故事。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好像就是我一个人坐轮椅了，全世界好像就是我最悲惨的。直到在，因为常常会在医院里面进出，后来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四肢瘫痪的，像我手是健全的，那我看到一个手不方便的人，他
坐着电动轮椅，哇，在医院里面自己看诊，然后自己拿药，自己付费，其实我都需要妈妈跟着我，而我都不太敢看人，所以看见他对我有很大的激励。我也没有跟他讲话，我就看见这个人比我严重，比我这么不方便，他都可以做得到。那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赖着妈妈？然后我还有看见一个商友，她是女生，她可以骑摩托车，哇，所以对我来说，她是哪边不方便？她也是跟我一样脊髓损伤，对，下半身瘫痪，哇，可她可以骑摩托车，她的手也是健全，她可以自己骑摩托车，然后收合轮椅，所以我说，哇，连一个女生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行？所以给我很大的激励跟鼓励，说那她做得到，我也要做得到。所以你后来也去骑摩托车了？对对对，后来因为跟这些的，后来我们有一个脊髓损伤协会，就看见原来社会当中还有这么多跟我一样的朋友，所以我们就同病相怜，加入这个协会，就有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进入协会，认识更多伤友的殷建平，因缘际会与同伴们开始了身心障碍桌球运动，展现出儿时运动健将的实力，克服身体上的限制，在运动场上大放异彩。健平他受伤部位比较高，所以他行动有时候腰力，然后打球的范围会比较小，然后练球时间又不到我的一半，那我现在都打不赢健平，我就觉得真的是可能是主的恩典吧，因为他平常的时间都奉献给主，所以他真的没有时间练球，所以他能够打得这么好，我觉得真的是不只是天分，也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会看到他的一个生命是很美的生命，特别是他也很谦卑，然后他桌球打得非常的好，他是身障协会就是常派出去代表的。那你会看到一个身障人士，可是他却周游列国，然后到处去那个参加比赛，然后为国争光。我就觉得其实可能我们一般平常人，我们都没有像他那么的能够在他的虽然身体上的缺陷上，可是他仍然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可以去激励别人的。因为信仰，殷建平看着自己身体的残缺，却不像过往这么样的愁云惨雾，这么样的没有信心，甚至呢，他让自己变成了一个运动员。所以你后来是打什么球？那因为我们在一个复健医院里面有一个篮球场，那就是有几个朋友就是坐着一般轮椅，然后拿着球去投，是啊，当然投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就是一起运动，后来发现哎呦可以耶，可以，还有而且台湾也有轮椅篮球，那我们就透过几个复健师几个医师帮助我们成立了一个篮球队，哇啊，虽然打的不是很好，但是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运动，我们也试着组队去跟这些的轮椅篮球队比赛，但是从来没有赢过，可是好玩啊，而且终于能够运动，这感觉是很棒的，而且在那里推轮椅可以推得很快，又是满足我那种速度的速度的渴望。后来因为那个湿地重化的关系，篮球场就收掉了，是没办法打，后来也是经过商友的介绍，我就去打乒乓球，后来打了乒乓球之后，又是更开启了我另外一个运动之路，也因为参加乒乓球，我能够出国比赛，不然在以前来说已经行动不便坐轮椅，要出国真的是不容易，但是竟然我能够出国比赛，而且能够去拿到一些的名次，所以对我来说我真的会想，拿过什么样的名次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去年我们有前年应该说2015年我们有参加亚洲杯啊，得到我们 TT3组的团体的第三名，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不容易了，因为大陆选手大家都知道，他们一定都是第一名的，没错。所以这个比赛应该也很刺激哈，那种输赢之间的计较会不会得胜心很强烈？是，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比赛的感觉，我很喜欢赢，但是我
不知道怎么对，心里面就是说我赢了别人，我也会觉得好像很对不起对方。为什么？因为有时候，譬如说遇到认识的这些的选手啦，或者是我们自己同队里面的选手，我都会有一点不好意思赢，常常就会因此而输球，那自己又很懊恼。是。对，因为一般运动员上场比赛就是要赢、对，我也知道对方也是这样说，我们就，但是呢，我就会有一点心软，或者是有一点不好意思赢这样。而且你除了这个打这个桌球之外，好像在协会还有做一些其他的服饰的工作。是因为我觉得我能够从协会得到这么多的帮助，真的很希望借由我们的心路历程，或者是这些的经历，能够去辅导，能够去帮助这些刚受伤的朋友，免去这么多的时间在摸索。是是，不过你这个过程其实刚刚有分享，你因为信仰带来了很多比较正面的能量，正面的力量进来。你有把这样信仰的正面力量怎么样去影响到协会的朋友吗？有，当然，像我是下半身瘫痪，然后我们协会里面还有一些情况也比我更好的，但是呢，其实他们心里面如果走不出来，如果心里面还是这么样郁闷，其实他们的就算四肢再健全也不容易走出来。所以我会透过我自己的信仰，能够在教会里面透过神怎么样得到帮助，我也会跟他们做分享。是是，而且你的帮助不只是提供给跟你一样脊髓损伤的朋友，好像你还会去帮助一些老人家。是的，没错，其实在将近11年前透过一个朋友的爸爸，在一个长照中心，其实他是植物人，那我们就是几个朋友一个月会有一次的祷告会，那想说祷告结束之后就去探望这位朋友的爸爸。后来我们只是去看他一个人而已啊，那个长照中心的人也看见我们，都为他祷告啊，唱歌给他听。后来他们说，你们可不可以也帮助我们看其他的人。后来我们就进到这个长照中心，就很自然，而且他们把整个长照中心5层楼全部开放给我们。后来就是变成我们会在一个交谊厅当中唱唱诗歌分享，然后让这些的长辈老人家一起来听福音。然后一些比较没有办法下床的呢，我们就在结束之后去跟他们聊聊。这很特别，你原来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对，可是你现在却可以就坐轮椅出去帮助别人。其实我后来回想坐在轮椅上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是上帝对我的恩待。恩待啊。所以如果今天我没有坐轮椅，我不知道我会在什么地方。那像我今天也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也能够借着这些的经历能够来鼓励人，而且我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我真的觉得很感恩。因为我坐在轮椅上，别人能够看见我们的不便，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多人的不管是礼遇啦，或者是很好的对待。所以反倒更有感恩的心。对，所以我就很愿意去从别人身上给我的帮助，我也愿意去帮助更多的人。其实我们交往的时候我是非常认真，就是要朝向婚姻结婚来迈进，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靠着祷告，我知道你家人不可能会接受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未来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我们透过神，我们每天为这件事情祷告。太太爱华肩并肩唱着诗歌，林建平用信心克服了一切，长时间的祷告等候，如今自己也拥有了属于自己幸福的家庭。我觉得爱华其实他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他这个婚姻在当初他的父母并不认同，他的兄姐并不支持，但是爱华仍然因着爱建平也爱神的缘故，他非常清楚地走入这样一个婚姻。那当然刚开始的磨合期总是要互相的学习，
那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也曾经处理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冲突，但是我是看到他们都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而且愿意按着圣经而行，以至于神就祝福他们。我们常常争吵的时候，常常我都会忍不住就说，那我们不要在一起，那我们就是分手这样。可是他都会跟我说，就是如果我真的决定要分手，因为他也觉得说，哎，所有的人都反对，然后我也自己也很辛苦，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辛苦，那他愿意就是他不要那么坚持这样。然后可是他就告诉我说，如果我跟他分手，那我绝对不可以离开神这样子。对，所以这一点让我觉得说他是一个跟其他人很不一样的地方这样。从原来非常阴郁的行动不便的少年，现在这么样的阳光，到处去帮助别人。其实建平呢，后来也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太太今天有事情没有办法过来，是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其实他原来是在一个启智协会担任秘书的工作。那我们是脊髓损伤协会，那同在一个办公区域。那我常常利用中午的时间会去协会，那他们会在一起吃饭嘛？因缘际会之下认识我的太太，所以有点像办公室恋情啊。是不同的协会，但是近水楼台。近水楼台，那你追求他的？其实因为我们协会有时候会办一些活动，对。那因为他们是健全人，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些的志工朋友来帮忙。是。他们办活动呢，像我可以开车，就譬如说做一些接送啊。的动作，所以就是因为办活动认识。那进一步的交往呢？因为你自己身体上不方便，其实有的时候即使心里头有这样的想法，都还不大敢付诸行动。不敢。那其实对他们来说，对我们行动不便者的朋友来说，他们也不太有戒心，所以我们就能够很自然的有一些的互动。然后就是在有一次办活动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开着车啊，带着他而已。后来我就觉得，感觉好像不错，这样子，我就问他说，你对于如果说一个行动不便者，像我们都说坐轮椅的朋友，你会愿意跟坐轮椅的朋友交往吗？他当下没有说什么话，后来我是邀请他去参加我们的教会活动，参加小组。那因为我刚刚有说到跟这些朋友不只是吃饭，我邀请他们去教会，邀请他们参加小组活动，但是只有太太愿意，所以我就知道他大概对我不排斥。那后来真的进入到交往之后，你有去问过他吗？就是为什么女生一般都还是会想比较多，如果说要交往对象身体上比较不方便的话，那他怎么愿意？曾经我问过他，就是说，你为什么愿意接受我呢？是，因为我，家里面环境啊，或者是自己行动不便，家里面也没有说家财万贯，为什么会接受我呢？他说，因为你会安慰我。哇，就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哦，所以我会安慰他。哇哦！可是如果是太太家里头的状况的话，碰到女儿，交往的对象，就身体比较不方便，做爸爸妈妈的一般，都会有点意见。是，其实我们要交往的当下，我就知道会面临这个问题。对，其实我们交往的时候，我是非常认真，就是要朝向婚姻结婚，来迈进。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靠着祷告，我知道你家人不可能会接受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未来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我们透过神，我们每天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可是你第一次去他们家跟他们家里人见面的状况呢？因为妈妈知道嘛，她是在社福机构工作，所以当我们这些社福机构的朋友去到他们家，妈妈还不以为意，直到
后来几次会觉得，哎，怎么这个男生常常来，才发现哦，好像是他在跟我女儿交往。嗯，但是因为我的岳母她为人也非常的仁慈，她也不会对我有一些责难。后来她就是用避不见面这样子，就去她可能就离开。后来直到我们交往5年之后，我们试着想要结婚，那我太太也写了一些信，从我们的交往过程当中，要让家人去理解我们想要结婚，但是太太希望说能够让妈妈家人同意之下结婚。对，后来还是没有成功。嗯，后来我们又隔了1年，透过了姐夫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接受，但是我们不反对。哦，所以我们就感谢主已经开门了。算是默许了。对，虽然我们的婚礼家人都没有来，但是我们都有照片，都有拍下来，事后我们给他们看，他们也都非常的感动。那现在跟他们之间的互动，跟他们的关系，我记得有一年就是要面临回娘家嘛。我自己都觉得很紧张，很紧张，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家人互动。后来呢，他们还是为我留了椅子，所以我可以看见他们为我的预备，就表示看见他们是接纳我的，一点一滴慢慢的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好的互动。可结婚之后有的时候生活上起居是需要太太照顾的齁。是没错，就是当然还有一些行动不便嘛。对。但是其实呢，太太对我也非常的严苛。她对你很严苛。其实我做得到的事情，她会希望我自己做。像是。其实就像我自己会开车嘛。对。像我上下车，她就站在旁边，或者是她会站在副驾驶座就准备上车，可能旁人会看了说，你怎么不帮忙一下？你怎么都不帮忙啊？对。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做得到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太太她的观念也非常的正确，就是她把我当成正常人，这些是你正常可以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帮你呢？所以后来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我一定都要自己来。所以呢，对我来说，我太太真的是给我觉得好像我有价值的感觉。今天刚好是太太有事情没有办法过来，其实也是蛮好的机会。有些话不好意思当面对她说的话，现在是个机会可以跟她讲。太太她是一个很有智慧而且非常有才能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了我，但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那我相信是神的预备，是我相信是上帝在我们之间的带领，所以我会用神的爱来爱他。我希望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虽然在世人来说是一条很曲折的路，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条天路，我们要一起同奔天路。那你怎么看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我觉得我们俗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天无绝人之路，上帝在我身上一定有一个使命，让我能够去完成，或者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就像其实我看见社会事件上现在有很多的人，不管是自杀或者是想不开，那我真的很想对这些朋友说，如果我今天能够做到这么多的事情，我今天还在能够在这里侃侃而谈，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不便，对，那如果我们都做得到，我们都能够克服的话，你们一定都可以。是，你有没有曾经跟神求过医治你，让你能够走？不瞒您说，我曾经常常或者是每天为这事情祷告。那也看见保罗的他的刺嘛。对。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今天在轮椅上，相信上帝一定有他的使命，有他的作用。那我今天如果在轮椅上已经没有任何发挥作用，上帝或许就让我站起来。所以其实就像你刚刚讲，保罗为他的刺求，但神说他的恩典够用。对，你觉得神在你身上也是恩典够用？上帝在我身上恩典非常非常的够用。非常谢谢你今天来到节目的分享，因为我们一般真的吼，人就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但人就是看外表。如果我们今天从外表来看的时候，就哇，没有办法走，好像很不方便呢，可是
看内心，你反而比一些四肢健全的还要健康，还要正面。今天带给大家满满的能量。我觉得你今天讲到了保罗的刺，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有时候神没有医治我们，或有时候我们还是在那个难处当中跟神求，他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可是神的恩典够用。是，谢谢你，谢谢。谢谢。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但是对基督徒来说，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如果一个物体要移动，我们知道它会需要适当的工具，譬如说汽车，它需要引擎，需要轮胎；飞机，它也需要有大的引擎跟翅膀。人的移动呢？当然，我们说我们需要双脚，可以带着我们，可以使我们运用双脚去各个地方。但在今天我们听见建平弟兄生命的故事，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惋惜。15岁的他正是青少年非常活泼奔放的阶段，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行动。这件事情对他的生命带来极大的震撼。看起来这样的故事应该是黑白的，不再是彩色的故事。可是我们却在今天的见证里头看见上帝使用了他的生命。坦白说，他的故事并没有像是圣经里面有一个从小不良于行的人，有一天他在美门口乞讨的时候，他遇到了彼得约翰，忽然间他能够站起来行走跳跃赞美上帝。好像在建平弟兄的身上没有看到这样的神迹，那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神迹？当他还是不能够走路，当他信了耶稣还是一样得坐在轮椅上的时候，为什么他的生命可以是一个神迹呢？就像是我们一开始说的，我们说神迹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对很多人来说，我们有建平弟兄没有办法移动的双脚，我们可以自由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很多人我们有行动的自由，却没有生命的方向。我们可以去很多的地方，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究竟要去到哪里。当我们看见建平弟兄的生命，我们在为他惋惜的时候，你知道他却用感恩的心来看待自己生命的这个阶段。对他来说，他感谢上帝可以使用这样的身体，使用这样的生命为他做见证。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这样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段话指的是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有把握，我们有确据，知道不论这一条路有多大的难处，那个方向是永生的方向，那个方向是蒙福的方向。就像是建平弟兄，这个过程我们觉得好像他慢了，好像他的移动速度比较慢，但你知道吗？他的方向对了，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亲爱的朋友，你能够移动自由，感谢主，这是他的恩典。但是你真的知道生命的方向吗？我邀请你在今天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他的话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我们借着他，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生命的方向，欢迎你在今天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今天给我们看见一个活活的见证。当建平弟兄用他不良于行的生命来见证你在他生命当中所放下那宽广的道路，恳求你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原来在我这个可以自由奔跑的人生中，我常常犹疑不定，往返奔波，因为我看不到真正的方向和目标。亲爱的主，恳求你在今天以你自己的爱，让我们走在耶稣基督为我预备的道路，也让所有愿意接受你的朋友在今天能够经历到极大的平安。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深愿在今天你接受了耶稣，你能够踏上那个通往平安跟恩典的道路。